好啊，呢个系 Low B Core Spectrum 入边第十四版。咁呢条题目讲啲咩咧？就系讲呢个系乜嘢 series 嘅，系啦。咁如果我睇呢个 spectrum 咧，睇清楚 X 轴先 ，X 轴咁咩嚟噶 ？Lambda 越长即系 energy 越低啊，系嘛？边度识话俾你听啊 ？E 定 XC 除 lambda， 系啦 ，XC 除 lambda。咁所以 lambda 越长 ，energy 越低。咁而家呢一度，我想问一下啦，有三个 series 分别代表咩啊？中左边嗰个系左边嗰个 lambda 最细，即系 frequency 最高啊，系嘛 ？lambda 越细 ，frequency 越大啊嘛 ，EM wave 嚟讲系啦。咁左边 frequency 最高 ，frequency 最高即系 energy 最高，边个 series？ Lyman、Bama、Pastron 边个 energy 最大噶？点解 Lyman？ 系 Lyman 啊？点解 ？Why？ 因为佢第一次13.13，因为佢跌落底。跌落底就一定是最長的支箭嘴，跌落第一格的話就會沒有了一去零的箭嘴的長度了嘛，對不對？咁所以 Lyman 是最長的，即會是最左邊的就會是最左邊的 frequency 最小啦，是啦 frequency 最小，所以會是 Lyman， 中間是 Bama， 右邊是 Pastron， 得唔得 ？OK， 好啦，咁所以而家中間問咧 X 係咩啊 ？Bama 咯 ，OK， 咁跟住就下面嗰條係啦，第13頁嗰條就係咩啊？依搞 Q。系啦，个 Y 嗰个 energy， 咁 Y 嗰个 energy 又讲紧咩啊 ？Y 嗰个 energy 咧就系讲紧喺呢一个嘅 Bama series 入边个 lambda 最长嗰、那个啱唔啱？越右系 lambda 越长啊嘛 ，Bama series 入边最右即系 lambda 越最长，即系 frequency 最短，即系 sorry， 即系个 frequency 最细。即係個 energy level 係個跌嗰個幅度係最細嘅，啱唔啱 ？Bama series 就係其他 level 跌去二啊嘛，最細嗰個係咩啊？由三跌去二咯。最長下次題目改啊，叫你計最左邊嗰個就係咩啊？由無限跌去二咯。O 唔 OK 啊？咁人哋而家要你計最短、最細frequency 嗰、那個，最細 energy 嗰、那個，咁就係跌 n from 三去到二得唔得？咁 n from 三去到二嗰個點計啊？就是 ground state energy 乘翻一 over 二 square 减一 over 三 square 咯，用翻上面嗰条式啫嘛，咁就计到出嚟个 energy 系几多，用翻 E 嘅 xc 除 lambda 就会计到对应嘅 lambda 系几多噶啦，得唔得？写翻低 remark。